瓜田李下。古人认为，正人君子要顾及言谈举止、风度礼仪，除此之外，还要主动远离一些有争议的人和事。古代有首诗叫《君子行》，诗在开头的四句中说，明智的人应该避免介入难以解释清楚嫌疑的事情中去。他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明智的人都能够在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之前做出预防措施，从而避免嫌疑。如果从人家瓜田边经过，即使鞋子掉了，也不要弯下腰去穿上它，否则人家会疑心你在偷瓜。同样，从人家李树下经过时，即使帽子被碰歪了，也不要举手去整理它，否则人家会疑心你在偷李子。后人便从这首诗中引申出成语瓜田李下，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。